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，今日又继续翻嚟呢个 GT 七啦。咁今日就应该系嚟玩呢、這个，系生活考验赛车场啊嘅环岛赛体验，系啦。咁都可以讲讲咧，我早几日咪放咗张图出嚟嘅，即系嚟紧嘅传奇车咧，应该系开始做紧个循环噶啦。咁哇，部车好响。咁我自己系等紧部 F 50啦，即系出翻嚟，跟住然后咧，如果大家想解奖杯嘅话咧，有两部车要买嘅，佢都好似系嚟紧嘅，好似系20号啊，定唔知十几号嘅时候就系咯，应该20号左右啦，我冇记错。咁当然地呢个一个估计嘅日期啦吓，咁总之大家留意一下啦，咁上下日子就。抱住啊，买埋嗰两部咧，咁啊应该可以做到白金嘅，照计啊。即系当然啦，安奶你哋都要已经玩咗嗰个次数啊，好似系50啊，系啦，我都唔记得啦。我自己一场未玩过嘅吓。诶，等我单机玩到满啦，单机玩到满我会去玩噶啦。好，哇，真系好响啊部车。咁啊，嚟翻啲经典赛道啊，相当有 feel 啊，相当有 feel 之余啊，第一次我捉唔到咩速度入啊，同埋起码上次叫用嗰部 FK 8玩啦、啊，应该就好少少嘅，即系我谂应该可以轻松啲或者快手少少搞得掂嘅，应该啊。都冇讲笑，而家都真系更新完之后咧 ，GLV 车感觉上真系咬地咗好多咯，感觉。OK， 大约捉到。咁啊，但唔知跟唔跟到啊，要睇睇啊。紧紧，唔系快太多，不过都跟到。我快个线啊 ，OK 啦。第二段，基本上呢段就系、是、我认为啊吓，成场入边咧叫做最关键嘅位置。因为佢系影响到你之后嗰段大直路嘅速度，系啦。咁啊，反而其实玩落仲叫做点讲咧？即系最爽快系呢一段咯。即系虽然好似就系咁样扭两嘢。好似就系两只弯，但其实个感觉就好似系好高速劈入去咁咯，嗰个感觉啊，即系由细个玩呢个场嘅时候已经好中意呢个感觉啦，特别系只左弯，有啲差，不过算啦，分段就呢、這个唔强求。
跟住呢个系去到边段啊？死啦，冇睇到添。哦，即系去到呢度前边吓、啊，反而系最尾一只弯再分开啊？你唔系咁奇怪啊嘛？系咯，同埋呢个又系可惜嘅，即系最尾一只弯，比起佢最原始嘅时候系修改咗咯。因为以前其实大家细个玩佢最尾呢个墙最尾只弯都系飞落去啊嘛，真系好有 feel 啊嘛！你一嚟又可以啊，好爽咁样当捷径啊，二嚟又可以飞起部车嚟玩啊！都系一个童年嚟嘅。诶，唔好意思，嗨到个边。部车比较阔啊，一时误判咗佢个车身宽度，系啦。谂翻出少少，系啦，都起码系即系第一次揸到过嚟就直接金咯吓。佢唔会真系吓咁奇怪，拉屎一只弯你咁样分一段，有啲奇怪真系。不过算啦，啊，佢分得一定有佢嘅用意嘅，啊，系啦，争少少，即系一嚟第一只做咗收，二嚟第二只又唔系好敢俾油啊。系啦，咁先系噶嘛，即刻争好远啊！咁啊，唔知要试几多次咧？我估就好，唔知得唔得啦？望一望啊，会唔会一踢过咧？哎呀，争少少。咁啊，算系咁噶啦，即系第一次挑战，争啲就一踢过啊！咁啊，都系少少位啫，啊，执翻就 OK 噶啦，系啦，啊，执翻 OK 噶啦，就会出界噶啦。系啦，头先净系呢只弯已经衰好多啦。不过出弯差咗，唔紧要啦，都够噶啦呢个距离。keep 到完场啊，系噶啦，
系啦，应该搞掂啦。哇，51，嗱，同埋咧之前咧啊，S 七呢个考牌呢个咧，拉古纳塞卡咧，之前我咪吓、啊、本身第一条 S 牌全金嗰条片咧啊。咁就嗰陣時係仲有啖氣嘅，因為最早嗰個版本啦。咁啊，之後過幾集我都有嘗試再做過，就係冇咗嗰個追月，冇咗嗰啖氣就去做一次嘅。雖然都係輕鬆金啦，但係就唔夠我本身金獎嗰個時間快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就喺最近啊，即係冇加速嘅呢個條件底下咧，就破咗自己有加速嘅呢個記錄啦。咁但系咧，我依然追唔到阿 Henry， 即系已经喺呢个排行榜上边咧，已经都攞第二噶啦，但系就系唔够佢快啊！去到四秒呢个系真系有啲困难啊！啊，咁虽然啦吓、啊，都系嗰句啦，系更新后嘅时间啊，但系喺冇追月嘅情况下，快过有追月啊，已经我觉得系有进步噶啦，系啦。照睇啲路线，我应该都攞得好尽下噶啦，系啦，即系特别呢啲位咁样，唯一如果要计，可能系一啲刹车位，我可能可以再尽少少。啊，呢度我几乎冇缩噶啦，已经直接冲上嚟。啊，跟住呢度刹车。你可以话叫早咗啲啲咯，系啦，咁然后落山呢度就已经都全有，啊，跟住呢度就得得就转就扭，系啦，跟住呢度入弯心扯出嚟，都基本上就冇乜失误噶啦，已经，即系只系可以再偷准多少少咯，但我觉得我自己再点偷准法咧，都偷唔到嗰0.4翻嚟咯。我唔知点样可以偷到入去1分04，系啦，而家暂时都仲系1分05。系啱啱呢只咯，啱啱呢只左弯就食一食咗左边少少肠，弹一弹开咗。如果冇食肠，咬翻住地，跟住个出弯靓少少，应该可以接多0.1左右嘅。即比较明显啲嘅距离咯，咁但系其他位置我已经谂唔到点快啦。啊，即系呢啲已经拉到尽晒，系咯，我谂唔明，我谂唔透。好啦，咁咧就最后咧翻翻嚟我哋每次例牌嘅幸运大抽奖啊，啊咁啊，又系照旧两星先啦。有金条喎、啊，跟住就会系俾最少钱噶啦，系啦，估到你啦，四星有引擎，佢邀请函啊真系废嘅，哎呀，起码有零件。C 七石牛日啊，同埋其实咧，直接按呢个改装零件呢个位咧，你可以睇得翻你之前抽到嗰啲零件咧，系用咗咩车度嘅，系啦。咁啊，而且亦都会有写到明系部车系你系有啊，定系冇噶啦。即系已收藏嗰啲就系你系有嗰啲啦，系啦。咁如果你系想装嗰样嘢，但系你未有嗰部车嘅话咧，咁你就要买啦。啊，或者你好彩嘅话，你咪抽咯。好啦，咁啊，今集又系咁多先，咁啊，一等紧佢出翻部 F50 啦，咁啊，咁就可以集齐翻我几部中意嘅车咧，咁啊，可以去周围影下相啦，同埋睇下我会唔会改多部 N 仔，系啦，即系整多部可能外观再重视多少少嘅攞去影相。
同埋咧，记得俾 like 订阅，然后揿钟仔咁啊，下次翻嚟再见，系咁，拜拜。